就对着这个三角，反正就是说对着这个有角度的，这里面有个角度，看到没？这个角度，这里面也有个角度，看到没？这个角对着这个角度位置装进去，然后把这个旋上去就好了嘛，这样就OK了，已经。然后你看华为的适配器就是这样子装的，口子对口子。 华为的适配器嘛，这里面接，这个华为的，拆的话就是把这个抓住这个前面松后面就把它拆出来了，就可以去换不同的，不同的接头，这就是靠您的，靠您的头，这是靠您的，然后所以我们平常把这个都给它关上。 你不用的时候，就是再给它锁住，然后这个是再给它不同的，靠您的给它盖上就好，盖上，然后这个是塞住，华为的给它盖上，这个给它塞住，这就成了线了。